就说吃太补了吧，西安潘和史嘉丽乔韩森的恋情短短不到四个月就说拜拜了。50岁的西安潘和26岁的史嘉丽今年2月传出过从甚密的消息，3月初立刻被拍到史嘉丽把腿翘在西安潘大腿上，间接证实两人关系匪浅。随后还一起到墨西哥度假，吃烛光晚餐，恋爱 ING 好甜蜜。5月初更难得被狗仔捕捉到西安潘贴心替史嘉丽披外套以及甜蜜牵手的画面，没想到5月中坎城影展西安潘形单影只出席永生树首映，风头都被另外一位主角小布盖过，甚至还传出他在坎城 party 左拥右抱，根本像单身汉一样，和史嘉丽情变的传闻因此不胫而走。而根据时人杂志报道，消息来源透露两人已经协议分手，求证两人的经纪人在谈恋爱时拒绝回应，现在分手当然还是拒绝回答，也算是有始有终啦。一点说而已，整理报道。